太厉害了吧！太厉害了！对呀、啊。这个没认真。不是我认真。这卡丁厉害。
本来就弹性比较好，是被要抓去练是因为体力好。你看我这样，我戴口罩这样打，我其实我都没差。对啊，对我量大就是对，反正他短暂嘛，几个球就可以给你大口吸，就没什么。戴口罩对我来说就没有。戴口罩的话，大概剩下一半了。因为你如果吸氧量不够，你力量就没就出不来了。对，会有影响。那我现在没点它。那我说，那你就跟他一起去这个台车，二十块钱。那我为什么找这个台车？这样以前刚来戏子的时候，我们有一队打线运嘛，那时候才三十几岁。三十岁体能最好的时候吗？体能最好当然是二十岁，但是三十岁就他不会掉太多，反而还球。如果你要去球技跟体能都到一个平衡。对，我觉得像我们不是专业的，但是我们是校队的，还有练球。不是专业，你是上班的。最好的时候大概是在四十岁左右啊，因为练球没有专业的人，就说技术已经到四十岁差不多到巅峰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掉到现在，那个动作全部变形，像以前在打都不会出界太多，现在一打出界了，以前都是五公分，那现在就是眼睛、手脚都不好。这个整个动作都跑掉了，眼底是这样，有一些动作已经做不出来。眼底是烧伤的东西。啊，没有练也有差啊，因为离开球队啊，没练就越来越烂了。这样打技术很难赢的，很难的。对啊。你每次都是跟一样的人打。对啊。不好，这样子有点大。你用啊，这边撞到跟一样的人打，你就会记住对方的习性去打。每次都跟一样的，都李阳、王麒麟那样的。因为像我们跟谁打，我们都有一套战那个技术在打。哪个人要喜欢打什么球，我们都记在脑子里面。你打习惯了，你出去比赛不会打。碰到那种奇奇怪怪的人，哎。他动作乱七八糟，但是他就能理解。有质量，那就很简单。有一段时间去东莞，有一段时间嘛，我球老是打不赢。那些人都几乎是动作都是乱七八糟了，怎么打都打不赢。因为他不是正规的跟你打，你知道吗？他球路对啊，他往那边打球还会跑，欧北怕、啊，你有怕死他妈你有。我只在赌而已，他们每次都输了，但是他们脸抓得很漂亮。他们又不是说乱打，是啊，也不是乱打，但是你会觉得他这个手真的是。像冯光有一个球，他不会打，他反拍用正手拍打。